哦，看到咯。豆浆一如往常的在床上耍废，不对，他没有耍，趁他没注意，我们赶快来办这件事吧。我买了一个很屌的东西，就是耳烂蜘蛛，真的好恶哦！为什么买这个恶心的东西啊？各位真的不要乱逛网拍啊！这个是遥控的，我们先装个电池，两个都装好之后就打开测试一下，哎，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去打王咯。这个要怎么转？它这个只能顺时钟转，够废。哦，看到喽！还敢下来啊，冰鸟！冲啊！哎，旋转，杀！哎，左边你在追我，不要追我。过头了，一点点，一点，一点啊，不对，有点过头，一点点，好，杀。